两颗777耶。你要吃吗？可以买啊。买来吃好了。他有主动打折。还要主动打折？除了打折，等一下。这个你阿舅。啊，那样。主动打折，一包少300块。哦，这样子啊。这里啊，要不要来吃？可以买啦，被他喊的就是啦。那你选啊，你们选啊。哎呀，冇，也冇迄个没弄啊。怎么样？那还要？没钱了。这个。啊，伊咧坐过一边夫妇啊，哈。爱个签嘛？爱退税啊？啊？爱退税啊？你这袂当坐飞机的，啊，迄会当坐飞机的。他现在要吃掉的就没有算退税。因为退税就是你看他国内不能打开，你打开就是要收税，所以他水果那些，就是我刚刚把那个糖果叫他丢到这边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哟。